活动，而且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很多的一个客户以及 VIP 来到台东，一欣赏台东的美丽的地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关怀边远地区的小朋友，我们也赞助了一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呢，来到学习这个嘉年华的活动。今年我们会邀请刀武乡、达人乡，以及那个长滨乡的部分学校的小学生，希望可以圆到他们的梦想，来到参与我们这个鹿鼎高台的一个热气球嘉年华。在此，我们预祝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美满成功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热情的掌声。